你来干嘛呀？我请他来的。你请他来的？啊，上次薇薇男朋友来，咱们就没招待好。你说我那菜做的太差了，你这日子身体又不好。雷达厨艺好啊，我请他过来帮一下厨。麻烦你了啊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来来来来，进来。怎么样？哎，来进去啊，进。哎，不用换鞋了，你过来吧。哎，爸，王闯来了。雷达哥也在。啊，我们家多重视你啊，亲自请了雷大腕下厨招待你。谢谢。把东西放这儿啊。啊，坐坐。叔叔，我和许薇结婚的事儿。先去厨房切客葱。啊？切葱不会啊？啊，会会会，我现在就去。我跟你一起。干嘛呀？这是一来让人家切葱。你爸怎么做，自有你爸的道理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做是不是有点过呀？您不是觉得这小子太任性了？怎么做，就磨磨他的性子，看看他骨子里到底是个什么事儿。叔叔切好了。